大家好，我是魔丸。每一年的万圣节，魔丸一定会把这个场景、这个造景给稍微布置一下。魔丸自己是非常非常喜欢这个万圣节的气氛。那从今年开始啦，魔丸也是想要来进行一个小小的突破。其实魔丸从以前到现在一直很想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恐怖系列主题的玩具，只是最早魔丸开始拍摄影片呢，也是从这个比较全年龄取向的玩具开始跟大家分享我们的洛伊德系列啊、四驱车的系列等等之类的玩具，一直到比较后其实渐渐的开始跟大家分享一些 PVC 人形公仔的系列啊，又或者是一些雕像、一些 GK 的这种比较适合大人收藏取向的玩具之后，一直到最近魔丸才正式决定要来拍摄这个恐怖系列的主题。当然在观看的过程大家也不用担心啦，魔丸是没有想说要用这种吓人的方式来进行拍摄的，最主要也是在一些细节展示的画面呢，比较用这种氛围的方式呢，营造出这种恐怖的感觉啦。最主要的这个拍摄主题，魔丸也是从一些比较经典的恐怖电影啊、一些动画，又或者是有一些比较有名的恐怖电玩当中有推出的一些周边玩具呢，来跟大家进行一个简单的分享，一些简单的介绍。好啦，那回到今天的重点啦，其实呢魔丸前面说了这么多，大家看一下今天影片的标题也知道呢，魔丸第一个要来跟大家介绍的系列，魔丸会特别挑选这个绝命异次元来跟大家分享，最主要其实也是有两个原因，那魔丸待会再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啦。在这边魔丸就先拿一下这一个的外盒。今天我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由兽屋所推出的绝命异次元的这个雕像系列。稍微调整一下拍摄的角度，可以看到这个的外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巨大。那也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只其实不是最近才刚推出的新品，它的正式贩售日期是在2013年，距离现在将近快要10年左右的时间了。魔丸这边呢，当然也是在读高中左右就正式入手了，当时的这个网络订购还没有到这么的发达，所以也是在实体的店家看到有在招这一支的预购单，当下呢就已经去预购了。也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啦，魔丸在读高中的时候也算是这个 PVC 公仔刚崛起的时候，所以呢有机会被做成这些公仔的角色其实大部分也都会以动漫系列的角色为主轴，像是我们的凉宫春日啊，像是我们的夏娜这种人气比较高的角色，常常这边呢制作上面的量其实也是比较好掌控的。那像是这些电玩系列呢，魔丸记得也是只有兽屋他们家有来进行制作的，当然在制作的角色款式也是非常非常的稀少，所以大家应该就可以知道当时这个绝命异次元的系列是有多么多么的火红，可以呢被厂商呢制作成这样子的 PVC 系列。这边的话魔丸还是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啦，魔丸相信除了一些比较资深的游戏玩家之外，大部分人对于这款游戏都算是比较陌生的。绝命异次元的系列最早在2008年就正式推出了，魔丸的印象会这么的深刻也是因为在这个分级制度还没有这么普及的年代，它的游戏外盒却大大的贴上了一张限制级的这个贴纸，而且在这张贴纸的下面还有特别写上是由夺魂剧的导演来进行编制指导的。当时呢其实这部游戏一上市，其实在 YouTube 上面呢也是有公开这个游戏的试玩画面，魔丸还在读国中的阶段，一看到这个游玩的画面真的也是有被震惊到，没有想到游戏可以做到如此的逼真，如此的可怕这样子，再加上又是由夺魂剧导演来进行编制的，所以从开头的部分呢，其实就很像是在看电影的这种感觉，慢慢的被带到情境当中。当然这游戏的这个血腥画面呢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可怕啦。那魔丸这边呢还是提供一下啦，其实这一段影片呢目前也还留在这个 YouTube 当中，那大家真的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稍微去观看一下，只要打这个关键字 Dead Space 再加上 Gameplay Part 1就可以找到这部将近10分钟左右的影片。光是前10分钟的游玩画面呢其实就是非常非常的震撼，当时的一代销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甚至还有推出一部绝命异次元的动画电影也是适合大人来进行观看的啦。后来呢在2011年又再推出了2代，整体的氛围呢是稍微有一点点转变的，那一直到2013年又再推出了这个3代的话其实就跟1、2代有一个蛮大的差别，以往的1、2代都是待在这个太空船的内部，那一直到了3代就离开这个太空船的部分啦，所以就可以看到了整个世界是比较冰冷的这种感觉。另外的话在3代也增加了可以2人同时游玩一起来进行这个合作的模式，所以在游玩的感觉也就不会
会这么的孤单，这么的可怕。故事剧情的部分魔安也就不多说了，总之就是在外太空当中遇到一些恐怖的这个外星生物的这种感觉，详细的话大家有兴趣再回去寻找一下。那另外一个魔安想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在最近呢有公布一个新的消息，我们这个绝命异次元是即将推出了这个重制版，画质部分提升之外，故事的内容呢可能也会再稍微增加一些新的东西。那魔安个人是非常非常的期待，当然也有看到一些画面的流出，详细的话呢当然也是要等到官方这边来进行公布。好啦，跟大家介绍了这么多，那赶快回到我们的本体啦，今天还是要来跟大家介绍我们这个公仔的部分。其实在兽屋推出这一款之前，其实最早由另外一家我们的 NECA 是已经有推出过这个绝命异次元的系列。 NECA 的话呢最主要也是来制作这些可动系列的公仔，在涂装方面呢其实也算是蛮精致的。最早的 NECA 呢曾经推出过一代跟二代的这个绝命异次元公仔，可是在数量上面都是非常非常稀少的。魔安大概在两三年前呢有机会在二手的玩具板上面去买到这一只二代出现的 Isaac， 那这个主角叫做 Isaac， 可以看到整体呈现的涂装呢是真的非常非常的精致，还有这些血迹的样式。这只最主要最特别的地方其实是按这个背部的地方压下去，原本在脸部的地方呢会有这个灯光的样式，但是魔安这边是没有装电池的啦，之后有机会再展示给大家看。除了有推出我们的主角之外，当然连着这个异形的款式呢也是有一起推出的，呈现的样式也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恐怖。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NECA 推出的这个系列数量上面是真的非常非常的稀少，当时推出的定价大概是在800到1000块钱左右，但是现在想要取得这一只就算是二手的价钱呢大概也就在3000到4000块左右，价钱上面来说真的是涨得非常非常的高。那另外后面的这只兽屋呢其实在原本的定价就不算便宜了，我按高中的时候购买这一只的定价呢其实就是在4400块，以现在来说啦大概就是一般模型的定价，可是以七八年前的价格来说，这一只的价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昂贵。当然除了盒装这么大之外呢，其实也可以看到啦，它比较不算是我们 figure 的系列，而算是我们 statue， 最主要呢也是有搭配一个小小的这个地台样式。我们把它转到盒子的背面，就可以看到外盒当时的印制真的也是非常非常的丰富，除了有呈现我们这个电玩的画面之外，在盒子的正中间就有展示出这个雕像的样式。兽屋的系列呢其实一般给人家的感觉就是 CP 值很高啦，价格上面很实在之外，整体的做工呢其实也算是普通偏上的这种感觉，但是以这一只的食品来说呢精致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呈现的样式很逼真之外呢最主要也是有搭配这个灯光的效果，在盒子的下面呢应该就可以看到了。以当时的技术来说啦，可以把公仔制作的这么精致呢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那在这边呢魔安也就不再多说了，直接展示一下食品的部分给大家稍微看一下。今天我们的主角三代的 Isaac 就是在这里，可以看到这尊实体摆设起来真的也是非常非常的有分量，最主要其实也是有呈现一个比较血腥一点点的地台啦。地台的部分呢其实就是搭配这个三代的场景，这个雪地当中出现的式样之外，那在我们的左脚呢所踩踏的这个怪物呢，其实在游戏当中呢也是可以用踩踏的方式去攻击在地面上爬行的这种怪兽啦，所以呢呈现起来的样式也是非常非常的生动。地台涂装除了在怪兽的部分表现是比较多一点点之外，本体的部分雪地的样式其实也是用基本这种阴影方式来呈现的，最主要展示的细节其实也都是在我们这个本体的部分啦。首先可以看到服装的基本质感表现，从基本的内部布料一直到外面的这个质感表现呢都有呈现出不同的效果。再来的话大家可以注意到的应该就是我们这一把专属的武器啦，这把魔安记得是叫做切割枪，从一代呢就可以取得的第一把武器，一直到三代呢都要把它保留起来。最大的特色呢就是它的这个枪头呢是可以用横向以及这种直向的方式来呈现，当然了瞄准的距离呢是以三点的方式来呈现的，所以呢呈现的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啦，那就是看个人的喜好来去使用。这次在我们的雕像当中也是用这把经典的武器来去呈现的，这些金属的质感也是要把它表现出来的，这些旧化的效果来说也是非常非常的棒。最主要在服装的一些细节刻画，比如说像是身上这些线条的部分啊，以及腿部侧边呢有挂一些线条的样式，都是使用真的这种线的材质呢来去进行固定的。这个地方的表现方式其实也有一点点像这种六分之一可动人偶的服装来进行呈现的这种感觉，一般的话在一些比较高质感的可动人偶当中呢才会出现这一种的表现方式，没想到呢兽屋竟然也是有把它融入进去的，整体的这些表现效果呢当然也就会更加的突出，更加的漂亮。最后有跟大家提到它会有一个灯光的效果嘛，那它装电池的地方呢跟实际上的开关是分在两个不同的地方。首先呢如果你要
安装电池的话呢，要直接从我们这个半身的部分把它给取出来。欸，可以看到这边拔起来的部分呢，就剩下下半身了。所以这一只在拿取的过程一定要从下半身的地方来拿，不可以直接抓上半身了。拔出来之后就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呢就有一个装电池的这个插孔，那装的呢其实也是一般的这种水银电池。装好之后呢，我们把它转到后面，这边呢有两个这种类似金属的装置，其实在左半边这个呢是可以把它取下的。这边的话呢，我们稍微用一点点的力气，欸，就可以把它取下。取下之后呢，就可以看到内部是有一个小小的开关，那这边呢我们就把它往下拨，就可以看到这边的灯光呢就有呈现。最后一个步骤当然就把我们的身体安装进去，这样子呢就已经完成了。目前的话也因为魔幻这边的打光是比较亮一些些的啦，但是呢应该还是可以看到在手部的这个地方呢，是有些微的灯光给透出来的。当然呢在我们脸部的这个部分呢也是有用灯光的方式来呈现。头部的这个地方也因为是一个可动式的设计啦，所以呢头部其实是可以取下的，应该就可以看到内部呢就有一个灯光的样式。当然在我们的背部呢，就不用魔幻多说啦，这个呈现的样式呢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明显。那在这边呢，魔幻也就不再多说了，直接拍摄一些细节的画面给大家稍微参考一下，那我们就直接进画面咯。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绝命异次元真的也可以算是我们这个恐怖游戏系列当中的经典啦，很少会有游戏呢会做得如此的血腥。当然如果你真的很害怕这种血淋淋的画面呢，我也就不建议你去搜寻这一款游戏啦。整体来说呈现的样式是真的比较暴力一些，绝命异次元推出的时间真的也是非常非常久之前啦。现阶段想要玩到这一款游戏，除了在电脑版当中可以取得之外，另外我们各世代的这个主机啊，像是 PS4又或者是我们的 Xbox 都是没有持续在更新的。所以当魔幻看到它是即将推出这个重制版，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开心，终于又有机会以高画质的这个主机来游玩这一款游戏。当然也希望重制版的推出啦，这些周边商品呢也会继续再推出不一样的产品。好啦，那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之后一样会再有不一样的玩具开箱、玩具分享，或者是我们人形公仔的系列开箱。我是魔幻，那我们下支影片再见，拜拜。